欢迎大家来到新疆吐鲁番。吐鲁番是新疆的旅游胜地，每年有很多游客来这里感受两大出名，一个是热的出名，除此之外另一个出名就是甜的出名。因为这里的地貌独特，超长日照时间导致这里的水果也都特别甜。今天大家需要团队作战，完成多项任务挑战，来吧朋友们。欢迎大家来到新疆吐鲁番。大家昨天到达吐鲁番，应该对这里感受非常的直接，就是它的热。是的，我们每天的温度都是40多度，44度以上。对，而与此同时，也是因为新疆好水果造就了 MC 新疆哈密瓜好酸奶。那可以尝尝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我们在这一季刚开始的时候，节目组有给大家打一些欠条。虽然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欠大家的一个都没有兑现。是的。那我们都习惯了，你们就是这样的人。你怎么还好意思说出来呢？是的，我们欠你们的没有兑现，但是你们当中有些人欠我们的，我们已经催着他要了。哟，还挺脸说。还有欠你们的吗？有，蔡徐坤。坤欠他一集策划。对，本人蔡徐坤在推介会上声称想当导演，因此我欠节目组一期节目策划，会尽快补上，立此为据。所以是我欠你，没错。今天你策划的吗？那是当然了。真的假的？你安排的吗？你把我们带到这么热的地方，你想干什么呢？你就说。虽然很热，但是也很甜。哇哦，好吧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因为我们催着让他来还我们欠条，经过他本人的慎重考虑，他决定将今年上半年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也是他用心创作很久了的一首新歌，决定在我们节目当中发布，并且进行新歌的 live 演出首秀。我说我今天录一什么他的什么什么首对首唱会，我说是谁的首唱会啊？我以为哪个嘉宾要来首唱了。对，还是先来为大家揭晓一下这首歌的歌名。等一下，在此之前，抱我，哇哦，抱你一下。为什么？叫这首歌叫抱瓜。哎，人整的神神秘秘的。抱瓜，我在你心中是个瓜吗？抱我，这是这么有仪式感吗？好，上瓜。上瓜。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就在这根牙签里。就在牙签里，还是在这个瓜里？工艺这么精细，你说清楚。我让你给我准备个瓜，没让你给我准备个牙签。我先看它吗？哇哦，在哪儿呢？在这儿。里面有张纸，看到了。英文名。Hug me。抱我。因为哈密嘛，它的谐音就是哈密。哈密。真的。就跟哈密有点谐音。好会选地方哦。既然坤也如此信任我们，我们也特地为他准备了一个大漠落日限定舞台。大漠落日限定舞台。舞台搭建在距离这里100公里之外的瀑布塔。多少？多少公里？距离这里100公里。在哪儿？沙。瀑布塔格沙漠。沙漠中。我们作为他的亲友团，可不可以在这个空调屋里坐着，看着大屏转播，可以吗？在这儿为他加油怒。不是，沙哥是真朋友不？是啊，是真朋友，你去把舞台给搭起来，现在。先有一个预告吗？哇！哈密。在舞台的一侧，贴心为你们各位准备了观赏效果最好的观众席。哇，好看呢。毫无遮挡。这后面是灯还是电风扇？灯。后面是灯。想啥呢？这么热了还要烤我们吗？我们会煮熟的。
如果大家齐心协力，顶着40多度的高温，在今晚8:30之前完成所有任务，那么就能准时出现在大漠落日限定舞台的现场。啊，所以有可能就是他们都去不了，然后我一个人表演。是的。那就很遗憾，坤儿的《Hug Me》的新歌首演只能面对空无一人的观众席，独自落寞的演唱。也是一个别样的风景。我真的会，你想想，我真的会流泪。整个整个沙漠空无一人，全是你的，只有你和飞沙走石。再说空可能想哭了，我真的会哭的，真的会哭，我真的会哭，会流泪。你跑多公里啊，坤？没事，到时候你们就帮我把凳子坐满，好不好？我怎么觉得今天好像整他的一个节目，不像他。你怎么策划了一期这么折磨自己的节目？策划了一期整自己的。对呀、啊，一点都不甜了。哦，这么甜的一首歌，哼！我要是你就改在这儿今晚。全员出席，那也太草率了。全员出席，我跟你说，全员就在这儿，给你安排的特别好。搁上底下，把那餐厅几个人全叫过来，给你捧场。然后后面大屏幕就放上那个刚才的那个沙漠落日。那今天坤坤，你这给我们送哈密瓜的方式、递水的方式就很重要了。还得给你们端茶送水来看我唱歌，那都不一定去，那都不一定去，那都不一定去。哎，哥这平时肯定就来了，这真的。灯我有点害怕。哎，取消了，取消了，这人接着不行了。取消，今天取消，临时向全球发布。好，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，这个精心策划了一天呢，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人生啊，就是起起伏伏啊。想哭。除了你们之外，还请到了两位嘉宾。哦。而这两位也曾经是蔡徐坤担任 PD 时的学生。哦。让我们欢迎安琪、陆柯燃，欢迎两位。欢迎欢迎。哎呦，有出场呢，有表演。你放心吧，坤儿，不会一个人没有的，俩徒弟肯定得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，陆柯燃这是练了还是没练？我们这里有个台下一直在跳的啊。只是一个秘密，一做好决定。Tonight 用心去回应你给的真心。不管多远的距离，越努力就越靠近。慢慢 dream， 慢慢 dream。你的目光为我闪耀。今儿不会没人去了，他俩必须。特地带了两个。看到了蔡 PD 的眼神，在考核，有安慰了，有安慰了。你到底练没练？练了，练了。对。那我们再次欢迎陆柯燃，欢迎安琪，欢迎两位的到来，欢迎。柯燃，这肯定是两年没跳舞了啊。两年。上来就全部错，全部给我跳错啊。新疆舞不是我的擅长的东西。蔡 PD， 今天不能再说别人错了。今天要。讨好大家，你不能够得罪大家。今天哦，连他们俩都不行。晚上能去你新歌发布的，目前就两个学生，别再伤学生了。大概呢是这么一个事情，就是说我们要去100公里以外呢，参加你们蔡 PD 的新歌的全球发布会，跟我们今天录制是同时的。能不能去，想不想去，就看今天他的表现。对，表现不好，你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在这就是空调房里面，就是远程直播，也不错，不错啊，不错，不错，就是有两个选择的。对对对，那我
肯定去看的。哎，有一位了，保底有了，保底有了，好不好？没有白叫他们两个过来。我今天就为蔡PD努力，努力。